第三十一题，将一重物置于地面上，分别以五公斤重、十公斤重的力去推，结果物体都不动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题目是都不动，所以理论上我们看不出所谓的动摩擦力，但是根据我们所学的，物体的动摩擦力为定值，所以选项 A 说动摩擦力大小不同是错的。我们晓得推东西，东西不会动叫做静摩擦力，外力会等于静摩擦力。施力五公斤重不动，静摩擦力五公斤重；施力十公斤重不动，静摩擦力十公斤重。所以两次的静摩擦力是不一样大的，所以选项 B 说静摩擦力大小相同也是错的。因为有摩擦，所以我才会推东西不动。如果完全没有摩擦力，没有人阻挡，那么我一推东西就会动了。所以选项 C 说两次皆无摩擦力也是错的。我们知道施力如果恰好等于最大静摩擦力的时候，东西恰可运动，施力如果小于最大静摩擦力，东西就不会动。所以我们今天推东西而东西不动，就表示我们的施力小于最大静摩擦力。因此第三十一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推不动的原因是推力小于最大静摩擦力。